啊，或者負面嘅諗法啊，誒、錯過嘅經驗，嗯，即係堆積得太多，嗯，咁變咗有啲正面啲嘅嘢、陽光啲嘅嘢，好似就俾嗰啲嘢冚咗咁樣咯，搞完曬咁。即係令到自己人灰咗好多，係咪咧？嗯，慘過灰啊！我諗慘過灰添喎，好慘噶咯，咁真係。More than灰。到底是什么令到曾经靓绝五台山的蓝洁瑛变得这么意志消沉呢？我觉得我花了很多努力很多功夫，由我不讲嘢变到我讲很多嘢好像很开怀这样，尽量同人好像唯唯唯，有时又尽量交心这样跟他倾偈，但是结果都是换来令我很失望咯。其实就是想你自己讲返呢样嘢咯。即其實想你講翻譬如即因為而家人哋外面睇，即係話點解即林已經覺得即好似唔正常，就因為有陣時覺得你有時真係俾啲記者逼到係好唔正常嘅。就係想你自己講翻。有時好普通咁樣出街食個飯啦，我試過俾個記者係咁揸住部機係咁影，我話喂你邊間㗎？佢又唔答喎，同埋佢啲態度係好似已經表露好似我同你勢不兩立咁嗰啲嗰啲樣咧，即佢想逼。到你是好似好想逼到你情緒失控咁咯，即係佢好似就係佢嘅目的就係要呢一樣嘢。嗯哼，咁你話俾你，你會點咧？我明白。同埋有時啲嘢即係可能原本我心度冇呢一個問題嘅，但係你一問，即係其實個問題係由你度擺咗落嚟我度咯。你明唔明啊？我明。即係原本我可以好簡單、好 simple 咁好生活得安安樂樂，可能未必好快活，但起碼平靜啊。最緊要都係個心境和平啫。咁變咗擺咗太多問題落嚟我度，我都消化唔到，我都真係解釋唔到、解答唔到喎。我明，我明。咁變咗搞到我真係有問題啊！原本我係冇問題啊，但係就俾人哋搞到我好多問題。